赶紧 rush 这个蓝，开了几枪进去，太乙真已经炸完了。云烟回头吃了一个冰冻，但是关羽这波进场先顶一下，再顶回来个太乙真，太乙真有个复活，则拿到一血击杀了五五六。哇，出城这一剑让五五六给射死。阿泽这波绕后顶出来，王昭君直接阵亡，顶到了九成的大招的剑口上。李晃这波王昭君的大招看看是给哪儿？云英进去大招拉到两个人，辽一半的霸体撤出来，那后进去扑一套直接打开的，开的回头也给了个大招，但最终还是被小心二技能给冲死了。关羽回头劈一刀将五六给劈了出来，阿泽再来一刀又打到了李晃，一刀再往前走，小心这波想留人，但关羽回头二技能再来个一技能直接将小心给秒掉了，拿到二连击破，继续追击将李晃也给带走。恭喜成都 A 级超完位。那现在露娜血量回上来之后，赵云的大招还在冷却，对，上去打一套。五六兰陵王这一波绕了过来，再飞一下，继续飘，有机会。我感觉收成有机会收割。是的，再飞一下，继续追击。赵云回头给他打到两个人，但是下路这一波也可以，二技能再吸一个小心，回头再飞二连击破。这一波二闪上去飞回来，夏侯惇再贴脸，一技能第二段把李晃的沈梦溪给带走。这波露娜直接飘到了身后方，把 Bass 的蒙亚给击杀掉。一诺连帮挂上标记，点两下，夏侯惇一技能加闪现，直接收掉了两个。五六五五六的位置也绕不出去，九成是放了一个身后掩位的。对，赵云这边来，哎，这一波九成大招放完闪现直接躲，五六大招空掉了。阿泽这波回头大招，再加上孙山的一个二技能的背，把五六背到了队友的脸上。但也能理解，毕竟这个阵容本来就很难打。对，一枪中，露娜直接飘脸，一个大招带走 Best， 越高地杀。是的，再回头反飞二下，没有断大招。啊，断了啊，这一波断了。交个惩机，大招拍一下，再普攻，但这波出去扛塔了，回头被出城挂上伤害，出城拿到了一血，而且小心这波也难走，马可直接支援过来。这个马可对关羽有点想法，进化躲大招。对，再回头大招转一下，再点一下单杀。我盾山出来可能要被控住，周瑜火扑好了。是的，回头吹一下，关羽这波回头 K 一个大，推两个，先打出了出神的复活，出神这波在人群里面再踩一脚，出神被初心给踩死了。但转中，这波一诺点一下王云塔大招撤出去，拉一下伤害，回头一把火，直接把小心给吹到了残血，烧死了，烫死了。过去二下飞回来，转头给一个大招，但关羽这波在龙坑里面，出神这一波先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，但 Bass 被一诺给点掉了。Bass 的阵亡，回头再点一下，盾山也阵亡。小心在人群里面没有什么办法，大龙回头扑一个大招，小心再交出了一个复活。这波 K 的没想开人，直接开回一个太乙真人，先把太乙的复活给逼了出来，然后太乙这个位置要被守尸了。虞姬拿到这个人头。另外一边，云英为了防止大可露露偷龙，直接两个人在龙坑处护卡，夏侯惇也是被留了出来。扫歪了，一诺可以断后，直接留小一的马可，剩下的虞姬可以推中路。一个人跟九成，看家里面一诺九成上路二打三，家里面回去了个夏侯惇，有一个虞姬和鲁班大师完全可以处理这个夏侯。有一个风暴先锋的绝明也走回来，想要守住这个星，不知道23分钟的风暴先锋有一个干扰，可以直接点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 级超完位。关羽的这个位置，长辈直接吼到了公孙离。守住一个命门，先推到了一个牛魔身上，姜子牙直接被出人给秒掉，关羽再给一刀劈两个。出城继续顶，配合着关羽再收一人，能走吗？张飞再补一个大招，形成两张位移过墙，再疯狂的拖时间。队友赶过来了，再回身一个闪现，再个闪现，继续拖。换个血魔出诺，大招拉着队里面打了一波一诺的状态。这时候牛魔顶上来一个大招，先把一诺刀剑逼出来。出城大招过墙，直接找姜子牙。姜子牙的出诺怎么补了一个大招推走，但是自己的墨家也是倒了。全被出人切掉了，一诺这波团战拿了一个三杀，四连超凡，单无杀。其实可惜刚要出手就被西施拉到了，九成这波拉得太关键了。是。又拉到了一个绝明，绝明被开了，抓住了逼到两个，再一个大招全部活住。小心闪现过来，大可露直接收拍两个，要收再收绝明，二换四。可以留一下东，九成这个控制打得不错，直接把东框在了塔下。哇，这一波下路，一诺蹲草蹲绝明，趁着他没进化，再配合阿泽刘邦的一个大招，又是 cat 一个二闪，
直接是把都开到人堆里面，刘邦再给一个大招，直接给到赵云上去扎小翼，一诺再转进去，小翼无处可走，站不住了，只剩下一个绝命的嬴政，但他被一心给框住了，走不掉了，忍不住了，身体外技忍不了了，但被九成框住了，哇，这个长马可绕后一个大招转进去，直接找小翼鲁班七号，虽然再飞，小翼把他裹起来，直接被打出来。在人堆里面吃到了急火，小叶扛不住了，沙嘴炮击飞林鹤，但是没有用啊。中路九成这里也被炸一闪炸，什么技跟上连招，但差一点点伤害阿泽，突入来两个，那波跟过来，一技能先打出了一个复活，但是另外一边直接追了上去，一诺先拿了一个人头，另外一边阿泽再解决掉了无名的太阵。猪八戒靠着自己的肉杀掉花云了吗？还差一个一技能的功夫，但是虞姬顶了一个二技能，把猪八戒先给点死了。一诺这里是追死了一个无心的沈梦溪，再绕后那可起飞大招扑谁？但九成先是一个大招收掉了花云的虞姬，那可再扑下来留小僧的夏侯惇，怎么又蹲到了？又是小叶蹲九成，就差一下没有触发自己的近的被动，得要往后撤了。队友此时此刻也来接应了。那小叶这个位置很难搞，被动方是拉过来，黄牌定住。一诺也在继续蹲，蹲到了无心，一套连招上去，触发自己的被动，还差一个一技能，直接带走了无心。两边的打野互相换了一个复活，但正面九成在旁边丢扇子卡位置，在拖一诺过来包。正面出城，黄牌定住了，花云花云交了二技能大招上去留出城，但是这一波花云换出了一个复活甲，加起来就要被九成推到了。这波一波小团灭。凯特来了，跳下来想拉，拉过来了一个太真，那个扑进去上来打出了无名的一个复活，但是虞姬在后边继续输出，另外一边火舞打进禁止你明刀触发，一诺追上来想要去击杀配合九成，但另外一边猪八戒做到了，那个扑进去秒花云，花云这里又换出了一个复活甲，但是还没有掉，先点出了一诺复活被手撕了，我们当时及时给了一个链子救了一诺，另外一边花云复活被打出来，猪八戒闪现上开，九成再进场秒掉了花云，花云倒了，那这样的话其他二侠的输出点没了。先看这波夏侯惇一拍接个大招二技能，那云赶过来之后先把火舞给杀了，拉出自己大招拉两个，那连会有霸体出城的虞姬从下路赶过来一个大招踢到了无名身上，先看这波苏烈大招蹲二技能顶回来顶到塔下接虞姬的输出，还差一下把他终结了这波人头 AG 先开，他过来抢草找到了花园的位置，花园直接交闪开的大闪上去大起来了，伽罗这里被云直接打出了一个复活甲，流言白斩，这花园这里被手撕了，伽罗倒了，正面的话看一下出城的位置，残血还在继续输出，小叶的蓝也在尽力输出，但是一诺这里越战越勇，火舞一个人面对两个人有点打不过呀，拦过来打出了一个苏烈的被动，小叶这里继续去上去转，但是入出城赶过来了，先点死了一个不知火舞，正面的话小叶也被打了一个复活，被四个人手势打破了，苏烈一个二技能顶在墙上有名刀，最终还是倒在了苏烈的一个二技能下，正面必须得开，但是 Kate 打得没好，这波一诺先被集火了，复活甲被打出来，但正面的龙被出城给抢了，还打出了那么多的复活，这波出城跟上去想要秒小叶，小叶有名刀没死，出城上去硬灌复活甲，换出来的花云也被集火了，有名刀扛不住，出城这波杀到人群当中还能继续收割，无心这里也被打残了，这一波出城的蓝真的是力挽狂澜，到了一个斩杀线了，关羽在后面没有人得出来了，而且自己家中路是有个兵了，必须得抢龙，关羽推一下出城抢到了风暴龙，哇，又是出城，但是阿泽这里再顶顶回来两个军帐，一个人一打三，但是军帐这么扛不住了，一诺大招走，但是猪八戒闪现去开，一诺这里计划解，但是鬼谷子拉两个，那个扑两个，一诺特别是说躲掉了绝情大招吸血的伤害，完成了一波反打，拉到的是蓝猫，怎么说？直接转大招跟普攻真伤，剑心还把闪交了，看一诺怎么就走位躲掉，还有一扇子还差一个普攻二连击，能够吸到之后再给一顿，还没死，还能输出，还能继续点，后面规避掉阿泽的身位，看阿泽，哇，这一波一诺三就是又是一波极致的组。过板顶进来给个大招，一诺换伞再换曹操赶来，开启一个大招经常可以打一个收割，庆丰鲁班大师没有闪现要被留，再直接切进去切一个没有闪现的鲁班七号，阿泽塔下直接很果断的就上去了，再上来拉口过板，盘古来了刚好还被带过去了，中路想开
闪现直接拉火舞，盘子和蒙恬配合上，先把木色给秒了。嬴政再一个大招射满了，阿泽再跟一个 A 闪，直接把清风给带走。如果嬴政被打残的话，那这条路 MTT 就可以开始 rush 了，可以动手了。阿泽先一顶，撞个西施，开始再配合打个控制，先把清风给秒了。吕布这里做了一个大招，出城的状态不是很好，先被打出去复活，原地站起来又被不凡的蓝守了一手吃，可是在人堆里面又是被 Kate 的鬼胡子给拉到了。要留人了，想先留九龙，九龙这个位置有点回不去，但是他选择一路猛锤，先把阿泽敲残，阿泽一个大招再击飞蓝力王，张飞给了一个大，直接是把金吼了一下，然后在远程在九城两枪直接狙掉了这个蒙亚，北岛直接被枪给收了下来，又残了。但这个时候莫凡两段突进摸过来 ，Cat 这个控制给的很到位，清风蓝力王一个大招卡墙了，九龙一个上当，九城是被九龙给打掉了。蒙亚高二技能减速。九龙扛在了前面，一扛四。莫凡进场硬突，配合九龙直接拿掉了出城的人头，在人堆里换了个波甲出来，嬴政出来了，接大招，阿泽辉月躲避伤害，但是后面的剑来回的一个火力交叉是打掉了阿泽的一个复活甲，这波团战 AG 打了一个二换三，还是打赢了。这大招压位置，先把人逼退，看一下人，那这个龙道斩杀线了。后期一个大招击飞两个，老四这里直接绑到一手云鹰，开了一个血魔之舵，在这一敲一个一跺一跺，反手开个大招，在拉脱了，用自己的强引不断的刷，后一大招命中了嬴政，过墙想杀北岛，但自己在人队吃到激火，先阵亡了。张飞一个大招吼两个，吼出嬴政脱甲。梦奇打个收割，木色先一个辉月，但辉月出来也是倒了，再一枪打到了莫凡，莫凡有进化，刚好扛一下清风，就是想掏出城没有掏掉。现在再等九龙猪八戒过来 ，MTG 开始摸这条屠龙暴君，又是一个猪八戒，再控两个，骗东皇吸一下他，扛一套伤害，自己还没死。北岛这有点靠前，交闪，太乙及时给了一个复活，可以站起来。夏侯惇顶上去，三个都在墙上。阿泽这波进场非常的爆炸，猪八戒直接上去，直接开到出城，配合姜子牙一个大闪。陆大这个时候想进场，但猪八戒已经倒了，又被烫死了。小伦一个一闪，拍了一片人一落进来，恶虎扑食，打了一波收割，有波甲。迎进来，姜子牙大招，这波不掉线，不掉了呀，被火点死了。恭喜成都 AG 超王会。